Messy 是一款复古像素风的平台动作冒险手机游戏，故事设定在古罗马时期。我们将扮演一位被流放的国王，想办法潜回城镇，召集以前的手下，夺回自己的国家。一开始，我们只是一名落魄的中年男子，靠着拳打脚踢，一边快速出拳，一边准确的格挡对手的攻击。随着关卡推进，我们将拿回自己的战袍与宝剑，并透过杀敌升级，一步步掌握更多的作战技巧。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当敌人太多时，我们会应接不暇。此时可以选择躲在草丛潜行，慢慢绕过对手。如果不小心惊动对手的话，复兴王国的计划可能就要胎死腹中哦。